负责我闺蜜，你负责女朋友，今天一定给他俩凑一对了。你好，我是麻辣王子。啊，问他饮料好喝吗？这个东方树叶好喝吗？一般。拿过来喝一口。确实一般。这样吧，你不是带水果了吗？喂他吃。这咋吃啊？谁买的西瓜？哇，你不觉得两个人有一个西瓜一个勺子很浪漫吗？勺子呢？人呢？西西，哎，等等等，我有绝技，你看着，我让他带小礼物了呢。不是带了小礼物吗？给他亮出来。我给你带了个礼物。还有礼物？你真喜欢吗？网上说没有男孩能拒绝他。不行，咱俩替他俩谈吧，他们单着吧。